帮那个底管上面的螺丝给它转掉，转掉以后把这个螺丝垫片拿来用一下，把垫片挂在这个磁铁的感应棒上面，大概离里面塑料板有三四五毫米左右吧，再轻轻地摇动这个脚踏，当这个脚踏转一圈的时候，它这个感应片就是磁铁会有和这个铁片会有感应。会转动，再帮我们的感应棒对正那个转动那个位置，有感应的方向那个位置转动，对好了以后，把这个螺丝给它紧回去。在我们电子表上面的数字，它就会有变动了。因为它是通过那个感应探头对正了以后，它来读取那里面的数字。